韩剧《天来》嘅男星池昌旭中午抵港休息咗一阵之后，夜晚 set 好个型头出席品牌活动。一见到偶像，现场近200位 fans 即时疯狂尖叫。见到粉丝由朝追到晚去撑自己，昌旭都话有啲受宠若惊啊！네이렇게환영해주셔서너무나도감사하고요네너무나도기쁜것같아요그래서이렇게이번에행사도왔는데재밌게둘러보다가갈생각입니다问到有冇想合作嘅亚洲艺人，佢就大卖口乖，话实在有太多艺人不能进录，仲话呢一次系一个好机会俾佢了解一下更加多亚洲艺人。至于讲到上一次喺台湾录影 Running Man 嘅时候，俾同组嘅李光洙嫌弃，佢都笑咗一下，所以下次佢都话要换个 partner。다음에는김종국형이랑한번같이해보고싶어요저중고등학교선배이기도하고요그리고일단힘도세고저한테꼭필요한사람이아닌가